Hello，大家好。这首歌是我上次订阅的那个日本小女孩的新的歌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，很好听哦。一首很好听的歌，超好听的啦！好啦，那就这样。我的影片刚好 我的影片刚刚在差不多1个小时之前流出来了，还没有去看的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别忘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左下角有个喜欢，点个喜欢，让我知道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耶！然后点个那个订阅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对。好啦，那影片10秒钟的时候，下方会有广告这些东西，你可以点一下广告，让我觉得阿谦很讨厌，所以 什么东西？你可以点一下下方的广告，然后就是对，好，就这样了，我要走哦。礼拜六的时候有那个
有上次那个有人就是电台访问的东西，如果想听的话，礼拜六记得来听一下，9点哦。就这样，啵啵。讲完了？还没？我还没讲完，好，我要关那个，拜拜。好，那现在换我讲了。那就是在刚刚啊，我刚刚听的影片有上传上去哦，一样，就是支持我们的话，麻烦点一下广告，点一下广告，帮我们点一个广告，就是代表说你多爱阿神一分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不是吧？点阿谦的广告代表多爱我们，不是，是要点我的广告才对，不要点他的广告，这是什么商人的恶性竞争？好了，没有了，都可以点，随便乱点。广告就是在你看影片的时候啊，在约10秒的时候，下方就会有一个广告跳出来，不然就是那个，就是在你那个影片点开始的时候，就会有那种，就是说什么在5秒之后你就可以跳过广告，那个就是你可以稍微帮我们点一下哦。对啊，我今天有影片哦，那这次我的影片是鬼屋完结了，就是持续了不知道快7个月，终于把它连载完了。好开心哦！然后就是鬼屋结束之后，就是我后来有就玩一小段的那个替身少女，那之后也会稍微把它剪辑后再放上来。长点广告没有什么意义耶，因为它是算 IP 的，一个 IP 点一次就可以了。替身少女有汉化咯，就可以稍微找一下。好了，那么就不打扰各位爸爸们看影片咯。那么先这样，现在是晚上的8点16分，台湾时间。好了，谢谢就先这样喽，拜拜。